在前几集里呢，师傅谈到了心灵环保的好处，以及他在日常生活里实践的步骤。那么今天呢，我们要继续来探讨一下心灵环保的层面。我们现在就继续来请教Sheng-yen法师。师傅您好。陈小姐好。是，师傅您是不是跟我们说明一下这个心灵环保它具体的项目，或者它的层面可以还再怎么细分？我们如果用心的话，在任何一个情况啊都可以做心灵环保。如果不用心的呢，任何一个层面都不是在做心灵环保。我们先讲它的这个最基本的层面呢，那就是在我们日常生活中，如果心中啊存一些厚道的心，存一些呢体谅人的心，那也可以说就是心灵环保啊。不去啊挑剔其他人的缺点和短处，这也是心灵环保，这已经是超越于自我的个人的立场啊，或者是个人的呀自私的以及呢自我保护的这个立场啊或观点的话，这就已经是在心灵环保。环保的意思呢，就是保护这个环境，心灵不受污染，心灵不污染他人，那就是把我们的环境啊已经保护了。我们在前几集里面讲到，这一个是观念的，对，一个是情绪的，情绪的是比较低层次的，观念的是比较啊也高层次的呀，但是还没有到达这个所谓真正环保。而情绪的只要动情绪，对自己对他人都是不好的。那如果是观念上不正确，我们就是邪知邪见，自然而然他也能够啊这个自圆其说，而制成一套自己的一种理论，就是歪歪理啊。那么这种观念其实是为了维护自己，为了自私的立场才会产生了这种观念的，不是为了保护自己或者是为了自己的利益打算的话，这种邪知邪见的观念不会出现。我们在开会的时候看到某一些人呢，他讲出的理论呢，人家一看晓得他是为了他自己，那有一些人讲的观点呢，他是很公正的，是为了整个团体。有的人呢，他一谈他就想到他自己的立场，从他自己的立场来出发来讨论这个问题，那这些我们讲是这没叫心灵环保了。如果说是他在开会的时候能够一想就想到整体的问题，不把自己放进去，对自己的利益有多少冲突不考虑，这是考虑大众的利益的话，这个时候这就心灵环保，就是精神上已经出现了他的这个可爱的可贵的可敬的一面出来，那这个就是心灵环保啊。就是我们在就这个是我们最基础的，在我们日常生活里面呢，都可以看得到的。另外一种心灵，这更深一层次的啊，深一层次的呢，就是在心中啊，任何的一种念头出现了，自己清清楚楚，自己这是在想什么，这举心动念，究竟是在想什么？在这个佛经里边讲啊，是，就是《地藏经》讲的呀。这我们反复的举心动念呢，无非是罪，无非是业。这个只要心动，念头转，都是造的业，造的恶业，造的这个恶罪，造的恶业。为什么？都是围绕着自己的心
围绕着自己自我中心呢、啊、自我的中心的利害得失，而在考量，而在动念头。虽然没有每一个念头啊都是在做杀人放火窃盗邪淫妄语，并不一定，但是呢他是就是为了自己，念头一动就是我，因为怎么样，我希望怎么样，我大概会变成怎么样，这个在这个情况下我怎么样，都是靠着围绕着我的。就甚至于我们在做梦的时候也是这样子，在梦境里边呢都是这个我，不是被伤害呢，就是在我呢在被围困呢，或者是我呢被他在正在追求什么东西，或者我呢在欣赏什么东西，都是我在这里。反正这个念头围绕着我的这个私我的个人的我的，那我刚才讲的都是这个都是业啊，都是恶。因此我们如果了解自己的心念啊，念念的起微之间呢、啊，举心动念究竟是想的是什么，很清楚的自己是在想什么，那这个层次就不容易了。我们通常的人只是看到人家讲话看到人家的行为，很少看到自己的念头在想什么。那如果说是能够了解自己的念念呢在做着什么事，这个念头是好的呢是不好的呢，是害人的呢还是害己的呢，或者是呢还是无聊的念头，或者是这个念头就是慈悲的智慧的，跟慈悲智慧相应的念头。如果时时刻刻经常啊能够到了这种层次的话，这个人的精神层次已经相当高。不一定说这个人呢已经说没有烦恼了，或者是没有自我了，他自我还在的哈，但是呢举心动念他清楚了，这个有个自觉的心，警觉的心。所以在我们修行里边讲到，不怕念头产生，就怕你自己不知道你是什么念头，不怕念头产生，就怕你产生了念头自己还不知道。这个是在修行上面的一种观照的，就是一种力量。那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层次的哈。那么如果还有高层次呢，我们下一集再讲。是，非常谢谢师父开示。那么也欢迎您在下集里面继续跟我们一起分享佛法的智慧。